好啦，我哋繼續咧節目時間啦。咁啊 ，Michelle 已經上到嚟啦。Hello，Hello，Hello, 飯盒。係啊，我哋其實咧就之前同你做過 Zoom 噶啦，即係做過訪問噶啦。咁啊 ，Michelle 咧嚇鄭思敏咧就係華泰國際帳樂全球通執行董事、金融產品總負責人嘅。咁所以揾佢上嚟咧，因為咧我哋嘅市咧呢排即係超級波動啦。係啊。個債市咧以為回穩翻，喂點不知即係又散過咁樣。咁啊，因為個債息嘅問題啦嚇，就嚟緊星期四咧又會有議息會議啦。香港呢邊咧個資金咧亦都係即係速度很快啦，即要割和車的時候就覺得很快，所以咧即係喺你管理個資產組合的時候咧，即係憑自己啦，即係聽多啲我哋 investor 啦，又或者咧去到一啲比較更加即係 advanced 一啲嘅，即係可能智能一啲嘅工具咧，可能都會幫到你去到即係處理好好自己嗰個即係資產啦嚇。所以 Michelle 上嚟咧就講下，又講下個市啦，又講下啲咩工具咧可以幫大家咧就即係穩陣啲嚇去到處理自己的工具咯。不過我哋講翻個市先啦，嗱我哋上半年咧。即係去到尾聲啦，咁都好即係好挫啦。我哋嘅三月咧就去到低位啦，美國嘅三月都唔知幾時先係低位，佢都就嚟可能又再試翻五月嘅低位啦。咁你哋點睇即係上半年嗰個市況咧？係啊，其實上半年都係一直都好多唔穩定嘅因素啊。咁由舊年到而家一路都美聯儲嘅加息都已經仲加緊啦。咁而家俄烏嘅衝突啦，又加上疫情啊，又或者中概股一啲有 potential 有一啲面臨一啲大規模嘅退市危機啊等等。咁大家都見到個市都非常波動，咁就唔使再多講啦。咁我哋再睇下下半年嘅情況係點啦。咁但係其實由上半年到下半年，而家都見到啲客一般嚟講，佢個避險情緒都係仍然係比較高漲嘅。咁可能就會 switch to 由年頭嘅時候，可能商品為王比較多少少啦。因為譬如呢個俄烏衝突啊，大家打仗可能都係黃金石油啊等等。咁而家咧個不穩定因素變咗啊，其實係咪一個 macro 嘅 format 都會維持一個比較長少少嘅時間咧？咁不如consider 下一係 cash is king， 咁攞住一啲現金先，咁睇下下一個這個投資嘅機會喺邊度啦。咁我哋見到一路個風險嘅資產嘅表現都唔係太大理想，咁可能呢兩個禮拜有少少 consolidation， 大家都覺得啊，其實係咪一個 signal 咧？咁又唔係好 sure 住，咁再睇多少少。咁但係譬如見到五月份嘅時候，一啲指數啊，一啲 economic indicator 其實都比較疲弱啦。咁好似仲未見到一個非常明顯嘅入市嘅時候，咁我哋都見到啲客可能都攞住現金先，咁睇下下一步究竟係咩嘅時機。咩嘅時候可以入翻市，或者用咩資產嘅形式去入市咁咯？係啊，即係攞住啲錢哦，咁又點咧？即係想擺喺個户口度。其實嗱，攞現金都有兩點都想大家關注一下啦，因為而家都係通脹時候啊嘛，咁不穩定嘅因素有，咁但係可以好肯定嘅咧，就係加息咧，息就會肯定繼續加噶啦。咁由美國再加到歐盟啊等等，全個世界都睇緊呢個加息嗰個影響。咁加息影響究竟佢可唔可以control 到嗰個通脹啦，咁又或者 at the same time 可能亦都會影響到嗰個經濟上邊啦。呢個咁樣嘅扯行究竟要點樣去部署好咧？咁但係你攞住個 cash 嘅話，如果通脹仍然繼續嘅時候，其實你未入翻市嘅時候已經又輸咗一大注。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又想做少少現金管理嘅，咁但係你又要注意下流動性啦。咁因為剛才講話究竟係咩嘅時候要入翻市咧？大家都唔知道。咁但係個市一嚟嘅時候咧，你要 make sure 你啲錢喺手喎，咁你就嗰個流動性就非常非常緊要。如果你 lock up 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但係你見到個市嚟嘅時候，可能又要俾啲 penalty 先可以攞翻啲錢啦，又或者中間啲錢其實係仲攞唔翻嘅，咁你 miss 咗成個週期咧，咁就好唔抵啦。即係個定期啊，你講，如果做銀行定期就係咁樣咯，嗬。咁我哋都睇到其實而家啲客嚟講，如果一睇個現金管理都有幾個方面可能比較interest 啦，比較 popular 啲嘅。咁第一樣嘢可能大家會諗話，不如擺銀行啦，銀行存款啦，又比較保障啲啦，保守啲啦等等。咁但係譬如你擺活期嘅話，可能而家都係得一個 bip 兩個 bip， 冇㗎，一萬蚊成年就幾蚊，咁其實就追唔到通脹啦。咁如果你話咁我不如擺長少少啦，一個定期啦。咁但係就去翻嗰個 point 話，我個流動性又點去處理咧？咁如果你一鎖三個月或者半年嘅話，咁其實你中間要攞錢嘅時候，可能要擺個 penalty 啦，又或者有啲係唔允許啦，因為一啲而家有一啲市場上面一啲比較優惠嘅利率。一般嚟講都有一啲比較大嘅限制啦，譬如你嘅minimum 個 size 啦，嗰個長度啦等等，咁呢個就要注意啦。咁如果投資者係比較熟悉於有關於譬如呢個固收產品嘅，咁你可以諗下一啲嘅基金嘅形式啦。
咁上次上嚟嘅時候都同大家分享過有關於唔同嘅基金啦。咁可能大家比較 popular 啲會諗到嘅係一個貨幣型嘅基金啦。咁貨幣型基金就會投資喺一啲貨幣型嘅工具，譬如一啲政府嘅債券啊，佢嘅底層就會係投資一啲政府嘅債券啊，又或者係一啲銀行嘅存款啊等等。咁但係因為貨幣基金其實亦都要維持一般嘅流動性，咁所以其實譬如就算擺喺銀行裏邊，都係離唔開一啲比較短期嘅一啲銀行存款。咁其實攞到嘅收益又未必係咁大嘅吸引力啦。咁如果你話我可以擺長少少時間，咁你可以考慮一啲譬如一啲定開嘅基金啦。咁但係又係頭先個 point 啦，咁你都會 give up 咗一啲咁嘅流動性喎。咁你再係 sophisticated 啲，可能大家對債券個市場都有翻一定嘅認知啦。咁你就可以睇餸食飯啦，睇下可能你擺一啲嘅 high grade bond 或者一啲 high yield bond。等等，咁如果 high grade bond 嘅話，咁你個 credit rating 可能高啲啦，咁個 potential 個基金就會好過一啲貨幣基金啦。咁但如果你話其實你對呢個市場熟悉嘅，咁你都可以睇一啲 high yield 啦。咁但係potential 會高啲，咁 at the same time 其實個 volatility 亦都會高啲，個 potential of 一個負嘅negative 嘅一個收益都會有存在。咁可能大家投資者就要做多少少功課，究竟注意一下一個基金公司啦，一個基金經理啦，同埋嗰個基金嘅策略啦。咁如果大家係一個專業投資者嘅話，又可以考慮一下買一啲票據啦，一啲結構性嘅票據啦。咁譬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專業投資者，可能喺保守嘅狀態之下，都會睇一啲有冇一啲保本嘅票據啊，譬如一啲二元看漲啊等等。咁但係除咗你要係一個專業投資者之外，其實個門檻亦都有翻咁上下，你要有翻咁多嘅 size 先至會買到呢個票據啦。咁同埋佢個 payout 可能喺 day one 嘅時候已經係set 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個底層係有一啲加息周期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你又未必可以完全咁樣去參與得到，咁就要再考慮一下呢個時間嘅情況啦。咁有可能係由今年年頭或者到上個月嘅時候，大家都睇緊抽 green bond 啦 ，green bond 係 I bond 啦，坐咗艇，你係咪講我？都呢個係唔同嘅資產分配嚟嘅，好咁都係一個非常穩定嘅低風險嘅資產。即係我最少收兩厘半嘅。咁但係要注意嘅其實都係頭先講嗰兩個 point 啦。咁 first of all 個 liquidity 個流動性啦，你一抽如果 green bond 嘅時候一鎖你鎖三年，咁你三年攞唔到出嚟。第二就係你個利息啦。咁你利息雖然有話 2.5% 底啦，咁但係每半年先派一次息，可能未必。at the same time 可以追到那個通脹嗰個時間啦，收益嗰度喺翻度嘅，咁但係嗰個時間啊，那個收息嗰、那個嘅 frequency 就要再注意多少少啦。咁同埋仲有加上嘅係，因為你要一手手咁買啦，咁你一手又要係每次都係一萬蚊起跳啦，咁仲要有個限額，你未必抽到咁多噶嘛。咁如果大家係諗住做一個現金嘅話，咁有兩邊嘅限制嘅話，可能佢個 flexibility 個靈活性都唔係太高啦。即係有好又唔好咯，有辣又唔辣咯。不過我哋知道更加多嘅產品咧，即係對我哋嘅部署係好啲。譬如我如果有餘錢嘅，我未必下次仲再買 green bond 啦。可能我即係下個月出糧，咁啊諗下會唔會有其他嘢可以買咧嚇？即係有啲日日收息嘅，有啲月月收息嘅，即係因為而家產品真係好多喎，好豐富啊，就唔使即係等半年先收個政府債券息，即係而家咪700多元啫嘛，如果我一手，係咪我冇記錯啊？即係有喎，有記錯喎，應該我就除翻半年喎，即係個年息嚟噶嘛，兩厘半。咁你就要睇翻喺究竟喺嗰三個平咁三個位度點樣去平衡啦。頭先講嗰三個位度，一個就係你睇一個流動性啦，睇下你係咪穩唔穩陣啦，嗰個風險嘅程度啦。不過最緊要可能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你究竟收幾多收益啊 ？Right？ 咁其實我哋全球通都針對緊而家呢一個市場，譬如五月中嘅時候，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樂盈寶嘅現金管理工具嘅，咁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將一啲餘款啦，咁餘款即係話喺我哋全球通過 App 上邊喺投資之外攞到嘅現金啦，喺度等緊投資又好，又或者其實係你買完股票之後你 unwind 啦去獲利嘅時候啲錢翻到嚟都好，呢一段嘅時間都可以幫你去做一個投資，而投資嘅底層咧都係一啲比較低風險同埋追求一個目標穩定收益嘅一啲資產嚟嘅。佢餘款自動理財嘅意思就係即係我冇投資，即係一啲
idle 的錢放在那裡，就自動去到做投資，就收息的。冇錯，我哋可以有其實有五個很大的特點，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第一個就係日日生息啦。咁其實我哋呢個底層嘅資產咧，係目標每一日都會有一個分紅。咁而個分紅咧係 reinvest 嘅，即係話你收咗有呢個利息之後咧，這個利息咧會再去投資翻去個底層嗰個基金嗰度嘅。咁所以一開通咗呢個服務之後咧，其實你嘅現金咧，你就可以交俾我哋幫你哋去投資一個底層嘅一個一個標的啦。咁第二個點就係有關於 100% 現金購買力啦，就係、是、正正係針對頭先講嗰個 point 啦，嗰個流動性啦。咁你 subscribe 咗呢個 service， 你開通咗呢一個 service 之後，其實你個現金購買力咧係唔會改變嘅。咁譬如你話我本身我喺個銀喺我哋嗰、那個全球通嘅户口裏邊有100万啦，咁100万就會係你100万嘅現金購買力啦，因為係你嘅現金嚟噶嘛。咁但係你開通咗呢個服務之後咧，我哋喺 cut off time 之後就會將你一個現金就會去買底層的基金，它自動執行的，沒錯沒錯，不用我再給order的了，不需要的了，一件開通了之後呢就交給我們的 app， 我們的 app 去幫你下。如果突然之間我又想低撈一些股票，行不行呢？完全沒問題，完全是不會影響你的購買力的。所以拿回剛才那個例子，你的100萬裡面開通了這個樂園寶之後就拿了去買底層基金啦。我們現在底層的基金呢是連結為跟我們同一個華夏基金一起推出的一個我們作為一個唯一的銷售商的一個公募基金。公募基金都會投資在一些比較穩陣的標的，譬如一些都是剛才說過的一些，譬如government bond 啦，啲政府債券啦，又或者係一啲銀行存款啦，其實就即係話你借錢俾銀行、借錢俾政府等等啦。咁而呢一個持倉咧，100% 係完完全全咧係會 count 翻去你嘅購買力度嘅。咁所以你譬如咧，即係你下晝3点钟嘅時候見到咁啱呢個市係 technical 位啦，一定要入啦。咁你其實係可以用翻呢個現金購買力直接去買股票，不會影響到你的交易，中間不需要再去按任何就係話贖回啊，再攞翻啲錢啊。而我哋呢個樂園寶的服務咧，係 target 係 T0 交收的，咁所以其實在你的背後咧，我哋已經會幫你做一個贖回，然後將呢個錢擺翻落去你個account 又好，或者係其實at the same time 就會對應你下一個嘅投資一個交易，直接去幫你去做。我問啲婆仔數啦，我3点钟走去買只阿里巴巴啦，咁我嗰日有冇息收噶？咁就要睇翻你嗰日嗰個 cut off 啦，因為其實底層咧都係一個公募基金嚟嘅，咁公募基金嘅派息嗰個 mechanics 同其他嘅公募基金係完全一樣啦，咁就要睇你計息日啦。咁你計息日通常都係一般係前嗰一日啦，之前嗰一日睇下你計息，就好似你收股息一樣啫嘛。你收股息嗰一日就係睇你計股息嗰一日，究竟你係咪有 holding 啦？你有冇持倉？你有持倉咧，嗰個 holding 咧就會攞去計算你嘅利息。咁當然，因為亦都係公募基金嘅關係啦。咁究竟派唔派息，亦都係 subjected to 我哋嗰個基金經理嗰一個管理啦。咁但係 so far 我哋由5月16号到而家，我哋每一日都有一個有一個計息喺度嘅。哦，咁啊，即係超靈活喎，嗬！即係又唔使自己煩喎。咁我又隨時買翻即係其他嘢都得，唔一定買股票嘅，可能你唔係買債券咁樣都得噶嘛。咁即係又唔使話我覺得好唔舒服啦。因為咧，你知唔知啊？而家咧，即係好多人身痕噶嘛。即係我見到個市好似啲嘢好平，就想去買股票，但係又同自己講咯，其實個市會跌落去噶。咁但係咧，又覺得揸住啲現金喺度咧，又好似冇息收又冇成咁樣。我即係而家就。OK 啦，咁因為咧你擺喺度，你揸住 cash 咧，你唔好手痕啦，因為其實都有息收嘅咁樣，係係係。咁但係會唔會蝕錢嘅咧？多一個選擇啦，好似頭先咁講話，其實因為個底層係一個比較低風險嘅公募基金啦，咁呢個公募基金嘅底層你都係借錢俾政府，你又係借錢俾銀行。咁個保障上你就要睇啦。咁究竟銀行會唔會 default 咧？你嘅政府會唔會 default 咧？其實每一次我哋同啲客講話，你要買基金嘅時候，都要睇翻嗰個底層嘅資產係啲乜嘢啦。咁譬如頭先講嘅 I bond、green bond， 亦都係政府債券嘅之一啦。你都係借錢俾香港政府啦。係哦，咁啊係，即係嗰個資產係可靠嘅，即係起碼唔會執笠嘅。因為你買債券或者買咩基金都好啦，你最驚佢係違約啦。冇錯，執笠啦，或者嗰個
債價大幅波動啦，即係你譬如你如果買過過去幾年買嗰啲內房債咧，就知道我講緊咩啦嚇。咁呢個即係所以即係都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呢個係咪好即係好多人會參與咧？是啊是啊，我們現在都已經很多很多客人已經在買了，那 as of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我們已經超過11港幣了的 AUM， 那所以、由開這個推出這個服務到現在大概兩三、三個月、三個禮拜、差不多未夠一個月，那、都見到其實所以、都是猜翻話大家那個、投資者的避險情緒都真係幾高啦。咁、你攞住一個 cash， 你擺喺銀行又未必收到息，有冇啲 alternative 係可以穩穩陣陣嘅？咁、比較低風險啦。咁 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 prepare 你真係有下一個投資機遇嘅時候，係咪隨時可以攞到啲錢出嚟？咁再加上因為我哋呢個服務係一個、零費用同埋低門檻啦。頭先講到啦，可能 I bond green bond 嘅話，咁你都有一定的門檻，亦都有一定的限額啦。咁我哋呢個係單到每一個分錢都會幫你去做投資，咁、所以亦都冇一個上限嘅。即係咩費用都唔使喎。冇啦，咁我哋全球通一路都本住我哋嗰個零平台費啦、零佣金啦、零服務費啦、零。新購贖回費啦、零轉換費啦等等，咁你賺咩？嗱，我哋成日都同啲客講，我哋非常鼓勵啲客咧，最緊要其實係睇翻你嘅月結單，因為好多時候外邊好多廣告就話哦，零乜嘢費，零乜嘢費，咁、有冇乜嘢費，乜嘢費啊？咁都未必話你冇呢個 A、B、C 唔等於冇 E、F、G 噶嘛？咁、所以就最緊要就睇翻你個結單，因為有任何嘅收費咧，你喺個月結單裏邊咧一定會好清晰。咁、under 我哋嘅全球通，如果我哋特別係如果係大家比較喜歡炒港股啊咁啦，咁我哋都有譬如 V1 嘅會員啦，咁就$8一個月，$88一年，咁就係所有嘅 transaction for 港股就已經係 free 咗噶啦。係，我都參加咗噶。係啊，咁譬如之前話大家都抽新股啦等等，可能喺街度抽新股你都要$100-$150嘅一個 transaction 啦、其實你一次過就已經 break even 咗一年啦。跟住你全個月就唔使再交任何，即係唔會用其他名目收噶啦。冇啦，冇啦。Okay、有嘅話你翻嚟揾翻。但是呢，剛才你說呢、它是閒置的錢呢就用來投資那個、會幾高質素的一些基金啦、資產項目啦、但它不是 100% 保本的嘛，它會不會有機會是、都有機會有個波動的、我可以說風險會有的，因為、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公募基金啦，咁就係、是，但係就睇翻個投資標的，咁你嘅風險就係睇緊政府會唔會 default 啦，又或者係你個銀行會唔會 default 啦。咁譬如我哋睇翻由5月16日到直至我哋啱啱新鮮滾熱啦，6月10日嘅一個 data 咁上下，差唔多一個月啦。咁我哋由美金嗰個 share class 咧，如果你由開，如果你由推出呢一個服務嘅第一日就有一個$100,000喺裏邊嘅咧，咁暫時我哋呢幾個禮拜得到嘅紅利係有$1,500嘅美金 equivalent 嘅，咁多。咁而收翻我哋係啦，而收翻我哋咧、都係每日都有一個計息啦。咁呢個雖然係一個目標啦，咁、但係收翻我哋 historical 嚟講都係一個每日有一個計息啦、而且收翻我哋暫時係冇任何嘅匯測嘅。咁 NAV 每一日都會見到係一個1.0嘅因素。佢唔扣嘅，佢唔喺 NAV 度扣嘅。會的，因為我們每日計息，所以用回剛才那個例子，如果你用一個$1,000,000的美金去買、開通了這個樂園寶的服務，那你過了一日之後、即過了你那個計息日之後， Let's say 你那天、是拿到一個$50的美金、你就會見到你的現金購買力由 before which is $100,000的美金呢變成$100,050的一個美金，那這個整個現金購買力呢是可以幫、你是可以用去做下一個投資的。但$100,000美金是一個例子，就不是個門檻來的，這個不是一個門檻，就是你$100美金一分錢我們都可以拿在這個基金裡面、不過你收少點息而已。那有位朋友就問呢，它不是只有一款基金，現在你這個就是、你說那個、就是華夏精選穩定收益基金，現在只有一款而已。而家係一款基金，但係就有兩個 share class， 一個係 USD， 一個係 Hong Kong Dollar、所以如果你的餘款是 Hong Kong Dollar 呢，就直接會接入去一個 Hong Kong Dollar share class、如果是美金的 share class 呢，就會直接接入去美金的 share class 裡面。即是呢，如果現在我想避險，我那些美股呢已經即蝕到媽都不認得，那還有些餘款美金呢，我又不想再撈底了，就最好就是先做著這些東西，直到美股跌到夠頂了，
咁我就攞翻呢啲美金出嚟，就再鬧美股。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strategy 嚟嘅，因為尤其是大家喺香港咧，咁可能你人工又好，你嘅資產可能大部分都係港幣為主啦。咁你已經 tick 咗個 FX risk conversion 去咗個美金度，你又要轉翻，又要攞出嚟，咁你入翻美股嘅時候又要搞一大輪，其實就好費時省力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呢一個咁嘅服務，就話、如果你係美金嘅，咁我不如幫你揾一啲穩陣啲嘅、低風險啲嘅。咁 down to 你最後嗰一分都可以用嚟做投資嘅一個服務。點解咧？嗰個港元嗰個年化分派率咧，同美金嗰個差咁遠嘅？而家港幣同美金都係一個 historical 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啦，都見到呢個 forward point 嘅港幣有少少貶值啦。咁同埋其實而家加息嘅時候，其實美金都係喺度帶動緊成個市。咁呢、其實係睇翻一個市場上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都可以 compare 翻。而家可能用，咁你就可以諗下究竟係用美金去投資啦，又或者去港幣嘅投資啦，睇下你嘅 duration 係點啦。咁而我哋呢、這個全球通嘅 app 上面咧，亦都有一個自動互換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想隨時去互換咧，都可以又係一件同你即係對貨幣，冇錯，即時去對翻轉頭又得。對翻轉頭又得，對翻去又得。咁當然，如果有會員嘅話，咁會員仲有一個咁優惠嘅利率啦。咁應該可以打唔同利率嘅，即係你參加咗個88蚊嗰個。V 二嘅會員咧係會有一個再有少少優惠嘅利率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唔同嘅會員嘅 level 都係針對翻唔同嘅客户嘅需要啦。咁、我哋仲有一個 M 會員係做一個融資，咁可能喺而家呢個市況融資嘅需求會少啲啦。咁、但係到翻嚟嘅時候咧，都非常歡迎大家。即係呢啲都可以融資嘅。呢、這個因為係現金。所以咧就只係可以用翻就餘款啦，係啦。咁、其實咧都差幾遠下嘅喎，睇呢個圖，即係你依個 USD 咧係，譬如呢度咧佢嗰個差額都幾大嘅，即係去到係咪啊？暫時個情況啦，因為嗰個 forward points 都係其實喺市場上都比較少有咁樣嘅波動性，咁所以應該我哋都覺得呢個係 temporary 嘅，咁所以可能睇翻一段長。期少少嘅時間就會見到啦，咁即係睇自己需要咯。你嘅餘款係美金，你嘅餘款係港紙，就唔好搞咁多嘢，即係唔好俾呢啲即係太過充分咗。咁可以再考慮一下睇翻究竟你嘅需求係乜嘢啦，同埋你都可以 check out 下我哋嗰個 app 上邊嗰個 conversion。不過最緊要嘅就係你。美金又好，港幣都好、down to 每一分都可以用嚟作某一個嘅投資，而且你每一日升息嘅話，你都可以目標每一日升息嘅話，你都可以睇翻你個 historical 你個資產嘅收益啦。咁、你每一日嘅購買力，如果你係有依、這個分享有一個紅利嘅話，都會係一路嘅增加，隨時都可以攞嚟。都幾開心喎！即係你而家唔使打保仔噶嘛，而家睇住佢 app 可以，咦喂，又多十幾蚊喎！就係嘅保仔啊，冇錯，保添啊，仲要。依家再同大家睇下個 app 啦，因為咧我係想問翻個開户嘅即係優惠嘅，因為即係你上次上嚟咧同我哋即係解釋咗開户優惠啦，但係過幾個月啦嘛，有冇啲即係仲好啲嘅咧？開户優惠咧仍然存在嘅，一陣間我可以同你睇下呢個開户優惠去邊度睇啦。咁 on top 個開户優惠，因為而家我哋都有個 promotion period for 呢個樂盈寶啦。咁而家做緊嘅活動咧係有兩個比較大嘅，一個咧就係有關於開户入金，咁另一個好有邀請。咁好開户入金嗰個方面咧，其實係睇翻你呢一段嘅期間，即係由5月16號其實由而家開始啦，去到7月31號你累積入金嘅數有幾高啦。咁由100蚊至到10萬咧就會有1%。10萬至到100萬咧就2%，100萬或者以上咧仲有3%，而係用呢個10000去封頂嘅。咁10000封頂其實 equivalent 大概160萬港幣多左右。好似好深咁樣呢條數，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其實可以咁諗啊，由五，如果由5月16號去到7月31號呢一段期間，如果你入金係達到100萬。咁你就會係第三檔啦。咁第三檔咧，華泰全球通咧，俾一個3% 嘅現金加贈嘅一個return 一個收益率俾你。咁係如果100萬嘅話，其實 equivalent 係大概6000幾7000蚊啦 ，for 呢77日嘅 period of time 啦。咁去到7月31號，你諗下，你已經有6000-7000蚊。8月可能仲放緊暑假，都可以做一個唔錯嘅 staycation 啦。咁呢個仲係未計如果你樂盈寶以下嘅基金有任何嘅收益嗰、那個，頭先我哋講嗰個日日生息嗰個收益啦，這個收益仲會係 accumulate on top 嘅。咁所以、no matter 我哋嗰個樂盈寶嗰個收益係點樣 happen 都好，我哋而家全球通
華泰嘅全球通咧，首先俾咗大家一個3% 嘅一個一個檔嘅一個現金收益先。即係有啲似係個100萬，有啲似嗱，我唔知係咪咁樣諗啊，慢慢即係100萬擺落去，好似做咗個定期，咁去到7月31號之前有個3釐嘅息嘅。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咧，我哋就非常歡迎啦，因為成個 period of time 你就可以將嗰嚿錢擺喺度去 run on 呢一個3% 啦。咁當然又再講翻就係話，因為我哋係唔影響你嘅liquidity 啦，個流動性啦，亦都係100% 購買力啦。中間你仲可以隨時攞出嚟去做一個投資。咁所以就睇下，如果你攞出去投資咧，咁呢個 rolling 嘅 balance 都會計落去嘅。咁其實我哋會睇翻話 on average 成一個 period of time 你個 rolling 嘅 balance 係幾多，然後再俾翻一個檔次嚟嘅。咁譬如你話啦，其實我入金去到100萬嘅，咁其實你嘅檔次就會係3% 啦。咁但係你第二日就攞咗去買可能我哋嘅智能投顧啦，咁智能投顧攞咗去80萬啦。咁remaining of 成個 period 咧，成個期間裏邊咧，咁可能剩翻20萬啦。咁但20萬亦都係 subjected to 呢3% 嘅一個收益率。咁當然如果你話其實我 keep 住100萬喺度嘅，咁當然就係100萬乘以呢3% 嘅收益率啦。哇！好彩你解釋一下，咁啊清楚好多啊！即系咧，我啲睇啲圖咧，有陣時都唔係幾明嘅。咁呢個咧就係呢一張啦。另外呢一個咧又另外一個獎勵嚟噶咯喎。係啦，呢個就係好有邀請獎勵啦。其實同我哋開户好有邀請嗰個都係一個好相似嘅一個概念嘅。咁再加上有而家喺樂園寶之下嘅咧，你每邀請一個有效嘅一個好友去幫你開户咧，咁就會多1% 啦，咁兩個就1.5啦，如此類推去到5個或者以上咧，再會多3%，有一個封頂為1000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譬如可能你累積入金去到160萬貨呢一個期間，而呢160萬係冇走過喺呢個樂園寶裏邊嘅咧，咁頭先嗰個第一嗰個 promotion 咧就會有10000啦，再加上你邀請5個好朋友嘅話咧，咁再疊加落去咧就11000啦。係你開户咩嚟？我梗係開咗啦！我不斷咁樣將嗰啲好友邀請 send 出去，就係上次就邀請咗你之後，今次我就攞唔到呢個獎，不過我仲有再可以不斷咁樣揾其他好朋友去開。哦，嗱，咁咧我就已經開咗啦嘛，咁咧我哋又不如試下去翻我哋呢個 app 嗰度睇下啦。嗱，咁我即係有噶，我哋係啦，嗱呢個就是我個電話啦。咁嗱，去到呢個 app 咯喎，係一個我女嚟嘅，細個嘅時候。咁嗱，樂盈睇先嗱，漲樂全球通裏邊嘅樂盈寶咧，我點樣揾出嚟咧？好，我哋首先係最緊要嘅理財，就幫大家去處理你嘅財富，管理財富啦。你見到左邊已經有一個樂盈寶啦。你要登入？咦，係喎，要登入喎？咦，咁樣？得唔得噶？佢要我輸入密碼添，死啦！我唔記得咗密碼。咦佢？咁我哋睇下，如果唔登入嘅話咧，咁我哋去睇下呢個發現啦，去持倉，笑笑面活動中心都會見到一個限時開通樂盈寶嘅一個分享嘅。咁呢個就係頭先講話嗰個10000蚊嗰個限時開通啦。有個3個檔次啦，1%、2%、3%。頭先啊，飯後幫大家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究竟呢個加贈嘅獎勵係點樣去計算咧？咁呢度就有一個formula喺度啦，就係日均嘅餘額啦，加個收益率啦，開通日數啦等等。咁下邊有一個例子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好有邀請啦，就係呢個1000蚊嘅up住1000蚊嘅好友邀請啦。咁其實呢兩個活動咧都可以按制一個分享嘅，咁可以就邀請朋友啦，邀請你嘅朋友啦。咁如果要開通樂盈寶咧，可能就需要入翻一個。係啊，不如咁啊 ，Peter 你你去翻平時嗰個畫面先，我咧就試下可唔可以登入到先。係啦，咁啊 Michelle 你可以再講一講咧，即係譬如呢啲獎勵會唔會仲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頭先講嗰兩個獎勵咧，其實係疊加上我哋平時已經有嘅開户同埋邀請獎勵嘅。咁譬如開户嘅獎勵，其實都係有兩方面啦。一個就係你開户嘅時候，我哋會送大概500蚊 equivalent to 500蚊嘅一個港股俾到大家做一個迎新禮啦。咁如另外一個選擇咧，就係一個轉股嚟嘅。如果你係本身已經有其他 security 喺唔同嘅一個户口，要轉過嚟我哋嘅全球通嘅平台嘅話咧，
亦都可以選擇要呢、這個equivalent to up to 一個1000蚊港幣嘅一個股票嘅一個轉股嚟嘅。咁另外啦，就係、是、邀請好友啦，就係、是、上次我邀請咗飯後嘅時候啦，就有一個額外嘅 bonus 咧，就每邀請多一個好朋友咧，亦都有一個500蚊港幣 equivalent 嘅一個港股嘅。咁剛才講嗰樂盈寶嗰個10000蚊同埋1000蚊，再加埋啱啱講嗰兩個嘅盈新500或轉股1000。再加上这个好友邀请的500呢，全部都可以叠加的。嗯，好，我们好像入了了。行行行。Very good， 我们去看看市场理财就会看到乐盈宝了。乐盈宝就是刚刚一开始就有这四个刚才我们有讲过的一些特点啦。然后呢在基金资料那里呢就会看到这个港元基金和美元基金的一些資料啦，咁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去理解一個基金之後咧，就我而家就可以幫你開通啦，同意協議開始體驗。咁、當然非常重要係要睇好我哋要確認嘅一啲嘅條款啦，咁就已經開通成功噶啦。咁、所以你喺個 account 裏邊嘅持倉咧，就將會一啲餘款咧，就將會喺我哋嘅 cut off time 嘅時候。哦，就係呢只華夏精選亞洲債券基金啦。這個是另外一個進階選擇，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做其他投資的話，這些都有一些債券的基金去 recommend 給建議給大家的。咁你見到上面已經係投資中啦，如果有興趣去睇翻咧，就會可以睇翻呢個產品詳情，都會去翻一個基金嘅 information 精選收嘅基金啦。係啦，咁頭先譬如我哋睇到話有其他嘅理財產品啦，咁可以見到喺理財之下咧都有一啲公募基金嘅。咁而家so far我哋公募基金都有40多間唔同嘅基金公司啦，可以睇緊呢個公司嘅 list 裏邊咧有。上次跟大家分享過的不同的基金公司啦，譬如BlackRock 啊、PIMCO 啊等等啦，當然華夏都是我們其中一個合作方啦。另外這裡呢都會有一些榜單，有一些客觀的榜單啦，跟大家介紹一些不同的基金和一些機遇的。再加上呢這裡呢可以跟大家看看一個叫樂投啦，就是這個智能投顧啦。所以可能大家覺得哇，500多隻基金究竟怎麼選啊，我沒什麼時間去看。這個樂投就是用一個智能投顧的形式 幫大家去選擇一些根據大家的一個風險的程度，風險的 acceptance 的程度去幫你去選一個組合一個基金的。那個底層會包括一些股票和債券的基金都會有一個 combination 啦。另外呢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會員啦，剛才講到個 V1 會員，月會員8蚊港幣，年會員88蚊一年啦，就會有咁多個唔同嘅特權。咁如果大家其實都會做一個美股嘅話，咁飯後呢邊都成日都講有關於美股啦，咁對美股嘅比較關心嘅 V2 會員就好適合你啦，因為呢個會 include 埋呢個美股交易，咁月費就係78蚊，年費就888啦。咁如果大家會向做埋一個北上嘅 A 股嘅話咧，咁就可以睇呢個 V3 會員啦。咁我哋睇下，就算喺而家呢一個情況、呢個市況之下咧，我哋下面有一個省錢排行榜。So far 喺今年裏邊，節省啊，即係慳咗幾多少錢啊？我哋有好多好 active 嘅一啲 investor 喺度，一啲投資者喺度嘅。呢個都係100萬嘅傭啊！係啊，200萬。其實我哋歷史上因為我們剛剛出的時候有很多抽身股、等等啦，是非常非常頻繁的交易，我們是1000多萬都有，是省了1000多萬都有。其實我們看到譬如好像現在這樣的市場有波動，可能你會 day trade 的嘛，或者你買兩天然後就都是有些 conservative， 這兩天我套利了拿回錢，還有我們有樂盈寶，那你拿錢的時候又不是做投資的嘛。什麼概念啊，你怎麼賺錢啊？ In and out, in and out， 我們是本著為客至上的嘛，客戶需要的服務我們就會很 provide， 還有我們希望是客戶真的將你所有在投資上賺到的錢都是全部可以帶到落袋。哇！這個人真的恭喜他，差了100多萬喎。係啊，咁同埋圈子啦，上次有同大家講過嘅一個唔同嘅一個 community 啦。咁喺圈子裏邊，其實我哋都而家多咗好多基金公司啦，同埋一啲專業嘅投資者啦，都會喺裏邊去分享一啲佢哋嘅投資策略啦。有啲文章啊，睇下。冇錯冇錯，同埋我哋自己嘅平台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啦。嗯哼，唔記得上次嗰個笑笑臉，笑笑臉咧係左上角嗰、那個，冇錯啦。
樂圈廣場就係頭先嗰個圈子，呢、這個又第二個入口嘅，都可以睇到唔同嘅基金啊，玩轉平台就有關於功能啊、市場熱點啊，睇下大家究竟買緊啲乜嘢啦。咁仲有就係樂博專區啦，就係我哋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啲專業投資者同埋我哋嗰個平台嘅同事一個團專業嘅投資團隊裏邊係介紹緊啲乜嘢嘅產品又好，一啲市場熱點都好，都可以喺呢度睇到多啲資訊嘅。哇，係有個朋友問咧，呢個問題睇下你哋會唔會答到係咪香港持牌券商好 critical 喎呢下，俾啲觀眾證券客户是否受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我哋是一個香港持牌券商嚟嘅，係1249號牌嘅持牌券商。咁投資者補償即係咧，如果萬一一個唔覺意執咗咁樣，有50万噶嘛？即係如果啲證券商啊，呢、這個我哋係因為香港 SFC 嘅 license entity， 咁我哋都係遵從於香港 SFC 嘅一個policy 嘅，就唔會執嘅。不過都好啦，話即係非常之清楚啦，咁同埋都學咗好多嘢啦，見到即係一來又講下啲市況啦，二來又講下啲唔同嘅產品，即係唔係唔使一味即係睇住個市嘅，雖然要睇我哋節目嚇，又可以用一下啲 app 咧嚟到即係豐富自己個知識之餘咧，又可以即係等自己嘅投資組合咧係比較多元化一啲。係啊係啊，呢個係一個投資上面嘅智慧嚟嘅。咁啊，今日唔該曬 Michelle 啦，多謝你。咁啊，希望下次咧揾你再傾偈嘅。咁我哋稍後翻嚟咧，12:09會有段結嘅節目嘅，一陣再見，拜拜。拜拜。You.